相信在他身上，我看未来一定会来。真的蛮惊讶，我觉得来今天来这个上这个节目，觉得很过瘾，看到一个未来之星这样，年轻的好手，你也来帮我们评比一下，哦，他们看看他们互相交流一下，对他们每一个高音都恩是咬定，我刚在化妆间已经耳闻到了，对，听到了啊，对对，这个未来就是你们的了啊，但是未来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前辈说话了，前辈看你们自己的造化，好，来我们示范一下。前辈示范的前辈的话要听您看人家的原因好不好，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等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怎么说都是错，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这个对你们来讲可能是女神，对我来讲是女儿啦，多了一个女儿。等一下听完以后，川哥会给你一些指点，好吧？现在唱片正在做啦，对对，已经做。那一天有录音了吗？有试歌，有挑歌了，有挑歌试歌，对对对，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天后未来的位置，加油加油，很会唱。而且要唱汪峰的歌啊！这首歌就是当初是听到邓紫棋翻唱哦，那个《我是歌手》里面，对对对对，非常红，对对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好，那也是飙高音的，对，很高。带来这一首《存在》，来来来。
怕，好有力哦，太好看。Power， 传哥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？Power， 厉害厉害。几岁你知道吗？马上要过23岁的生日，24岁，今年24，还是很年轻，年轻年轻。然后他那高音往上去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担心。什么？裙子真的很短，越来越高，好险好险，没有再高了。好希望他等一下是吊钢丝。哎，传哥传哥，哇，给年轻人一些免。我只能说那个，我收回我刚刚讲那句话。哪一句？哪一句？我之前讲说未来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未来，但是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我相信在他身上，我看未来一定会来。传哥的肯定啊。大师给你这种指点，这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蛮惊讶。我觉得来今天来这个上这个节目，觉得很过瘾，看到一个未来之星这样子，有吓到，吓到，小吓到。他的高音是游刃有余，游刃有余，非常浑厚。而且就是说那个他在唱那个就是那个高音的时候，不会让他觉得说有压迫感。嗯。我该如何